上镜头。好，那我们先开始。哎，恭喜各位，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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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恭喜，新年恭喜。我们今天换一个形态来做团拜啊，哈、哦，大家恭喜。那可能刚刚有看到 Maverick 他下面几个公司的同仁也在网络上先吉祥团拜了。那这个是对抗武汉肺炎的一个新方法，还是把我们的团拜的事情把它办好。那今天我们所用的这个工具呢，本身是宏基跟 Zoom 一起合作在开发专门一般企业会议室里面的一个新的产品呢，现在还在实验中了，也谢谢大家参与这个实验了。那可能还要三个月才可以正式推出到市面上去。那最重要就是利用宏基的这些硬体以及云端的服务等等呢，整合成一个未来方便使用的一个视讯会议。而很明显的，未来为了生产力、办公效率的提升呢，用视讯会议应该是一个新的大趋势。这可以说我在创业四十几年前，视讯电话已经是一个梦想。那今天不仅是视讯电话，在手机利用 LINE 大家都可以视讯交谈。所谓视讯的会议，而且是多方的。今天在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14方接进来，那也可以全世界各个角落同时都在这里面。那当然可能这个新的座位方式呢，有一些新的习惯要先养成，因为那么多方呢，怕所有的杂音会混合变成讲话的人不清楚。大家看到你的画面里面有黄色框框的，那个是讲话的人框框。那如果各位想要发言的话呢，现在是等于用静音才会有杂音，但是如果要发言的话，先按一个举手的键呢，我看到以后我就把嘴巴闭起来，就请他发言。那这个就那个黄色的框框，哎，就会跑到那个要发言的一个地方。那我希望这样新的形态呢，现在虽然我们算是比较破天荒利用团拜的时间来实验这个新的工具呢，那希望未来会变成非常普及的一种模式的。那哦，现在又有人都进来了，一共有到49方嘛，而且画面都很清楚，因为画面清楚，同时声音应该大家听得都很清楚。那我想，等一下我请 Maverick 还有斯太太有没有话要讲？对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平安。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嘿！我来介绍我新的秘书了 ，Sharon， 你到前面来讲，大家好，还没见过他，信章不必介绍的啊。